酸民留言太伤人，这句话真的唔汤。生理期前的任何一点水肿，然后酸民就会说你怎么今天那么胖啊，留言就会直接写说胖了，对胖了，最近肿了，老了，对，又是最恐怖的女艺人的，我觉得真的很过分，她只是 po 可能就是比较素一点的照片，还是很漂亮。然后底下竟然有一个男生留言说，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星大跟班。